每一粒種子都可以發芽成長。未做老師之前咧，我係做社工嘅，咁我當時都已經想做呢個智障人士嘅服務噶啦。我揀咗香港教育學院嘅特殊需要課程嚟入讀嘅，咁喺裡面我最大嘅得著就係生命影響生命。我唔單止學識咗一啲關於特殊教育嘅專業知識啦，我仲明白咗作為一個老師嘅專業同埋責任。靚仔。特殊教育呢條路都未必咁平坦，需要付出好多時間啦，同埋心機。不過見到學生有進步咧，有時都好開心，同埋好有滿足感嘅。喺八間大學裏邊咧，我哋教院喺特殊教育方面咧，係喺一個卓越嘅地位嘅。我哋有好長嘅歷史，亦都係喺課程方面、教學隊伍同埋科研嘅成就方面咧，都有優異嘅成績。我哋希望老師咧，是可以有一個堅強的信念，認識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，應該是發揮到一個恰當的態度，幫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。咁最重要咧，就係我哋希望佢能夠掌握一啲有效的策略，正確地教導咗特殊學生的學習。我相信，只要用適當的方法去教育同埋照顧我的學生，他哋一定可以茁壯成長。